快收听我当你的头发通缉犯，你生烦你生爱，我绝对够格终身陪你坏。我把感觉淡了度懂，放任空装置为你度懂，我让视觉情有独钟，爱失控归我不让你动手。走走走，海才会懂幸福的难，敢恨敢爱，感觉慢从不感慨，不得不爱让生命找到绚烂，我遇见爱，我始终相信真爱。我崇拜尘埃的感觉烦，只要感觉来说爱就爱，感觉对说爱就爱，哇哦哦，你存在。我崇拜尘埃的感觉烦，只要感觉来说爱就爱，感觉对说爱就爱，哇哦哦。说来就来，被阿嬷发现惨了。你干嘛？我该怎么办呢？终于出现，你是想报复吗？不想不想的离开，还是为了荣华富贵甘愿当魏董的妻子？他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哪一个答案让你比较生气？就是哪一个？原来你一直都在生我气。我们这边只有一个考量，就是只用真丝的材质，人造纤维是完全不考虑。等等，他们俩什么时候有交集了？我跟我前男友复合了。原来这家伙就是影芝的前男友。这个还你。我想我这辈子是没有机会从你手里接过戒指。这辈子贱人当久了，但是我没有见过一个比我还贱的，他可以作证。可是没想到偏偏就可以遇到你，真是一山还有一山高啊。不愿让你承受我有多么难过，还不放手。当年这是你放不下，你了不起的自尊不说一声就消失了。你知道我为了找你，连我爸最后一面都见不到。这一次我能请你，
你的头。有这样的吗？先把人打伤，然后再跟人家握手。你以为他当年就走得很愉快，走得很容易？你以为他就爱做这工作，他就爱当女强人？他真的很辛苦，好不好？那你要对他很好啊，动不动就酒驾女的去叫他，是你背叛 Chaos 找影子麻烦的人，也是你。你少在这里装好人。我干嘛要装好人？我一直都是真小人，哪像你伪君子。够了，你够了！我找你干什么啊？我看他事情不用你管。你知你这个人什么都好，你就是谈恋爱的时候眼睛变成装饰品，瞎了眼，笨死了。听了吧，你走，我不要再看到你。瞎了眼的人其实是我，笨死的人也是我，怎么就是没办法忘掉你？真的是够了，韩盈之，你不要再把我当小丑了。我感谢曾经拥有过，祝福你永远都快活。哦，好可怜哦，单亲妈妈，小孩得糖尿病了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说哦，现在的女孩子哦，不要随随便便就跟人家发生关系。啊，我来看，一摆就对了，我告诉你啦。这曹云兰嘛，要可怜。哎呦，阿妈，你安尼讲就无公平啊！你看那个男的，他也很可怜啊，自己当老爸都不知道。他遇到自己的小孩子也没有办法认得，多可怜啊！哎，找人家己在请囡仔哦，是足辛苦的哦。恐怖是有够戆的啦！啊，这男主角啊，连女主角怀孕都不知道啊，他动不动就吐，你看不出来吗？苏晴，啊，那个脚都水肿，那都是有心嘛。八姐，要不要来一口？不要。不要？奇怪，你平常不是最喜欢吃冰淇淋吗？我现在不喜欢了。你应该来吗？你看，吃酸梅的，这个想盖明显了啦。那有些人最喜欢吃酸梅了，啊，你也看不出来。也许他对这个地方有不同的感觉。舒淇啊，你。Thank you.
阿姐，你。你怀孕了？哎呦，阿妈！虽然我刚跟你配合很好，但是你开这个玩笑会不会太 over 了一点？八姐又不是雌雄同体，哪来凭空怀孕？对不对啊，八姐？老大！舒淇，你跟小老板说了没有？那你现在打个电话给小老板，叫他过来一趟啊！哎呦，舒淇，怀孕是一件大事情呢，你怎么可以隐瞒呢？再说，小老板是小孩子的爸爸，他有权利知道啊。阿妈知道了，你是因为哦。蔚蓝小姐是球球的母亲，这件事情还没有解决，所以你不想在这个时候去烦小老板。可是阿妈，不只有蔚蓝跟球球的事情，还有公司的事。这是小姐第一次这么认真工作，还扛起对 Chaos 的责任。既然我不能帮她分忧解劳，起码我也应该做到不要增加她的烦恼。可是那个怀孕的肚子刚才在本堂的一天一天大很紧的呢，你什么时候才要说啊？阿嬷你放心啦，我只是在等一个比较适当的时机再跟她说，我没有要隐瞒孝介的意思啦。真的会说？会啦。好，这件事情呢阿嬷就交给你处理。你是说啊，十几年来也无啥物进度啊！啊，雄雄安尼业绩遮好，加上阿嬷心脏太强了，无你惊死。阿嬷，阿姐，你是不是惊死人呢？柳淑雨，你一定每次进我房间都这样吗？不是啦，你看什么啦？哇，好可爱的衣服哦！是不是？等到你跟老大的 baby 出生以后。这一件婴儿衣的食品就会是我设计师，这次不是助理哦，刘淑雨要送给我外甥或是外甥女的第一个见面礼。是哦，啊，那边教练进度跟你的功夫哦，你可能要从现在开始哦，没日没夜的一直赶工。来，我为什么要赶工啊？反正如果做不完就给老大做啊，看在八姐面子上。老大一定不会拒绝。刘淑雨，你先不要告诉孝介我怀孕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哦，我知道，你想亲口跟老大说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对啦对啦，我一定会说，一定会说。对对对，那八姐你喜欢什么颜色啊？因为我要去买布了。橘色怎么样？橘色？嗯。哎呦，橘色，你看它不贵嘞。不贵嘛，袂歹啦。那我就调整一下。做一件木瓜装送给我们刘家的宝贝。阿嬷，淑雨，我真的好幸福哦！谢谢你们支持我。哦，三八啦，这是一定要的啊！你真产报国哎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了，阿嬷。我等一下想先去向雷家一趟，他马上就要到美国动手术治疗他的腰伤了，我想先去看看他。腰伤？那不是假的吗？对啊，他不是只是要测试老大的心意吗？嗯。他为了救我，在乌来弄伤自己的腰了。
哎呦，这个少年啊，你真可以，实在是哦。就是啊。要不然这样好了，阿妈待会弄个补品，你给他送过去。怎么会有救护车？哎呦，怎么会这么严重？我打电话叫刘思琪过来看你。哎，你不准打！为什么又不准打？为什么？你如果敢打，我就把你换掉。我真是别再踢你的了啦！你要没有弄好，我也是要换工作啊！你用的一个一个人痛，我要跟他讲，让他知道你有多痛。干弟，打了，我打了。宁静的夜晚，弥漫着花香，有风摇晃，沉睡的河床。很痛，很严重。因为你他家没办法打球了，后来还是因为你，他迟迟不去美国动手术。怎么了？你的腰，我的腰根本没受伤过。我也一起去医院。下去，我说下去，你跟我去医院做什么？你要一直说对不起吗？露出担心的眼神又怎么样？你真的去了，你可以为我做什么？打算在废车场那一天，高小姐不顾一切的救人，我们之间就已经结束了。我承认出局，所以请你不要再做多余的事，不然我们连朋友都做不成。甘地家下车。舒淇，怎么了？小姐，怎么办？向磊的腰伤好像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严重，今天救护车都到他们家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他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，我真的希望我可以为他做点什么。不可以。不是，因为他人这么好，家庭又温暖，又正面又阳光，我怕你就这样被他吸过去了。我又不是向日葵。我怕你觉得跟我在一起很辛苦，想放弃了。高小姐，我喜欢你，说几千几百次都不够，我最喜欢你。舒淇，王医师。
是一件大事情，你怎么可以隐瞒呢？再说小老板是小孩子的爸爸，他有权利知道啊。小姐，当爸爸的感觉是怎么样？当爸爸的感觉，你想知道？当爸爸，感觉就像吓死人了。他们根本就是外星人来的，动不动就发脾气，麻烦也不讲道理，叫你爸爸的时候黏得要命，把你气得头昏脑胀，四肢无力，心脏也无力啊。但是却很开心，因为你知道他们所有的行为都是因为他们想赖着你，想依靠你，想跟你在一起。看起来你真的很喜欢球球。当然啊，现在啊，我真的很享受当爸爸的感觉，甚至有点遗憾我错过他当 baby 的时候。球球，现在这是我最喜欢的责任。球球，学校快放学了，等一下我们一起去接他。嗯。事情我想跟你说。哈？球球，哎，球球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我真的很对不起你，你要怎么样才愿意原谅妈妈？不是说过了吗？不要跟我说话。球球，对不起。你在干嘛啦？当年放弃你是我不对，这些年我真的很后悔，有好几百次我都想要去找你，可是我没有勇气，除了喝酒哭，还有发脾气，我什么都没有为你做过，对不起，错了，真的很对不起你，可以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吗？好几百次都想来找我，可是最后呢，你都没有来。蔚蓝，他只是个小孩，你何必这样啊？爸爸，可以走了吗？秋秋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。
秋秋，你今天被蔚蓝吓到了吧？哼，他哪吓到我？爸爸，我问你，他从以前就是爱说谎、讨厌鬼吗？当然不是，真的啊。他那时候啊，胆小、害羞、没自信，但是却是个心地善良、单纯的女孩。才怪，心地善良会把我丢掉吗？球球啊，长大之后呢，你可能就会体会，人啊，在陷入无助的情况，可能就会做一些你本来不会做的事情。蔚蓝在那个时候应该是很无助的，很绝望的，而且不是一直做好人就是善良，有时候愿意去面对以前做的错误也是善良的一种。现在蔚蓝后悔曾经把你抛弃，那你是不是应该给他一个面对错误的机会呢？嗯，我赢了，谁最输让我弹额头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谢谢了，虽然我之前一直很挑剔你，不过你很厉害，所以还是谢谢你。球球啊，蔚蓝是真的很有心想要亲近你的，她毕竟是你的亲生妈妈，所以答应我，至少对她好一点，不要再故意讲让她伤心的话了，好吗？反正我不要亲生妈妈，我只要新妈妈刘淑琪。爸爸，别怪我没有提醒你，那个刘淑琪啊，她心最软了，所以要把他赶快定下来，免得他被那个女人可怜兮兮的样子影响。把舒淇定下来。喝一杯蜂蜜柠檬汁，给小孩补一补。阿爸，你那洗出来不要嘞，白泡泡又咪咪。谢谢阿妈。嗯，对了，阿妮怀孕的事跟小老板说了没有？你还不说，你是不是偷看你东西？我真的想讲啊。我跟你煮的嘞，这球球是蔚蓝小姐的女儿，他们母女早晚会相认的。阿嬤，你不用担心啦，我跟小姐很坚定。哼，坚定有什么用啊？你哦，你那几颗腿腿呢？啊，你明明知道小老板他的心肠是最软的，而且嘛，球球他很讨厌蔚蓝，那小老板就会同情蔚蓝小姐啊。搞不好有一天，那球球他喜欢蔚蓝呢，那他跟小老板的距离不是越来越近了吗？到时候你就是个局外人啦。我，你知道阿嬷最担心的是什么吗？阿嬷担心啊，你的心肠比小老板还要软，到时候你看到他们一家三口和和乐乐的，你就不忍心拆散他们，干脆自己退出了。我不会。不会怎样？退出。好，那你就赶快去跟小老板说，阿老婆都没猜我的促成了。
讲啊？蔚蓝现在这么可怜，球球他年纪又这么小，怎么面对这些事情呢？我应该要听阿嬷的话，赶快跟少介说我怀孕的事吧。可是星座运势啊，我来看一下我的。最近有许多烦心的事情，不过不要担心，今天就是改变你一生的重要日子。刘舒淇，我们来约会吧。今天我要改变你的一生。不会吧，这么准？说不定今天我就可以跟少介说我怀孕的事情了。加油，刘舒淇！这就是会改变我一生的事。我刚好要换家具，帮我挑。使唤我，又使唤我，哼！哎，小姐，你看那套沙发，好好看哦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上班好累啊。哎呀，付钱，热茶，洗澡水啊。哎呀，老公辛苦了，上班很累哦。嗯。哎，拖鞋。在这里。干嘛？高少姐还拖鞋嘞？我都为你做十几年了，还做？换一个。老公，我要吃橘子。有。还有那个。有。我口好渴，我要喝饮料。有。老公，我们去逛逛吧。有。哦，哎呀，老公啊，我的脚好酸哦。我们现在没走，来，我背你。干嘛？上次你鞋子不见的时候也是我背你的啊。而且最近偶像剧的男女主角好像都会来一下，那我们恩爱夫妻一定要来一下啊，来。还偶像剧嘞。我不喜欢这种老梗，都用过这么多次了，换一个。又换一个哦。原来使唤人的感觉这么好，早知道我过去十几年就应该这么做了。刘舒淇，你少得意。我有很得意吗？小姐，你的东西好像掉了。戒指？我没有戴戒指，这不是我的东西。上面有刻字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哇，刘舒淇，你居然准备了戒指要跟我求婚啊！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，我就勉为其难娶你吧。小姐，我没有。I don't know why am I always so angry. 刘舒淇，以后我的沙发、窗帘、枕头、被单、大灯、小灯、壁纸、冰箱、柜子，全部都你决定，好吗？
好吗？慢到最后咽不下每一口气，这么多爱我的人在身边，我却从来没发觉，直到所有人都悄悄离开，我才记得。我要只顾着发呆啊，把我带进去。全世界都在霸凌我的味道，原来太自私，忘了爱人的方法，也忘了计较永远失去的宝藏。多少该珍惜的人在身边，我却从来没发觉，直到所有人都悄悄离开，我才惊恐的想说，等等我，等等我，不要留我一个人被自己捉弄。等等，来，等一下啊。秀姐，你到底想干嘛？马上就会知道啊。可以打开眼睛了。这个是什么？结婚喜帖，做戏一定要做全套。亲爱的各位嘉宾，谢谢你们来参加我和高少介的婚礼。嗯哼，在少介好心的愿意让我依照我的选择添购所有家具之后，当大家的面，我想恳请少介，恳请，嗯哼，未来往后几十年，让我当他的仆人，为他做牛做马。嗯哼，还有啊，继续。李晨亲一下盖章，高小姐。李晨亲一下盖章。嗯，我不要。哎呀，小翠儿，别想跑啊，小翠儿，你跑到天涯海角，我都把你抓住，你喊破喉咙都没有用的。刘秀琴，我是认真的，相信我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会照顾你，给你幸福。小姐，其实我有件事情想要先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我其实我 ，Oh my god！ 谁能相信国民时尚衣着大厂 Care 是少东高校界的未婚妻，竟然是大学时代惹人嫌弃的丑胖盲点妹？
美女配野兽，帅哥配野猪，难怪高大少迟迟不肯结婚。快去说明下啊！我不是盲女们，你说这下吗？大学时代是不是你强逼高孝介与你交往呢？盲姐妹，你是不是想利用小孩保住高孝介啊？你跟高孝介订婚之后迟迟不肯结婚，是不是你存钱秘密被出卖了？解释一下，对不起，不聊再问了，不聊再问了。不要再问我了，我不是盲姐妹，走开！盲姐妹，你高小姐，我没有呢，我没有，你想要小孩吗？小孩，姐姐，你参加生日不就是为了寻亲吗？现在你知道蔚蓝是你的亲生妈妈，感觉开心吗？在过月的时候，蔚蓝被高孝介抛弃，所以你才被丢掉的吗？你们为什么话想对当年遗弃你的妈妈说？我们家关你们什么事啊？看这样痛苦好玩吗？有事吗？你们这些大人这么没礼貌吗？哎，求你们不要欺负我女儿，不要欺负我女儿，很烦哎！走开，离我远一点，不要再问我了，不要再问我了。你在市场卖的 KRS 股票，我全买下。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？你娶我女儿，不然的话，我会让高家彻底失去 KRS 这间公司的。三、二、一。尝试在心里的孩子，长期的